今年大学在24号举办的100周年校庆活动，即将会举百年花卉展开幕和典藏名茶红签仪式。为准备伫咧10月26号所举行的校庆典礼，阁有演唱会，阁含各项的精彩活动来暖场。现场特别邀请到嘉义市副市长陈秀辉再来下到为贵宾，为嘉义大学百年花卉展来开幕剪彩，同时真心来陪坐名茶，纪念嘉义大学100岁的生日，进行典藏名。的红签仪式，校长爱群特别感谢着全体同仁的辛苦，同时嘛来感谢着行政院农委会农粮署、台湾区花卉发展协会、各园的学校的师生和校友对着百年校庆的支持。嘉义大学创校100周年，24号由校长爱群、嘉义市副市长陈秀辉、农委会市组长土城、稻城蔡英武老师。地界场黄正忠分场长等议会贵宾进行典藏名茶红签仪式，并由艾校长伫桌上签名，保存伫校史室永久典藏。这个茶由历史上悠久的农业系与农场管理学生与地界场专家合作，推出限时限量限款纪念装茶，并由带得到南投县红茶竞赛得奖奖的蔡特廷制茶，当时特别邀请蔡英武老师小坐桌上。经大师落款，百年校庆 logo 已限量100组，造型独特，色泽优美，名书名品，典藏一项集嘉义特色好茶，更典藏嘉义创校一世纪的风华。我们在26号那一天还有蛮多有意义的活动，比如说8点半就有所谓的植树的运动。那植树这里面，我们目前来讲大概有100多个校友认捐了、啊、哦。然后在我们有百年基石，也是校友捐赠的一颗大基石，放在我们学校当成它一个精神的指标。然后接着我们会有校庆典礼跟音乐会的演唱。然后在中午的时候，我们会有整个校友的会餐，目前预计有600多桌了。哦，然后接着我们在2点半的时候会有一个书画展，还有一个百年的文物展。百年文物展就是我们100年来有关包括学校重要的一些文物哦，或者是教学的一些设备蛮老旧的，我们都把它典藏展出来哦。然后接着我们还有其他各个系的校友会系友会，他们都会来开会，共同来庆祝。而且包括我们庆典的时候，目前来讲已经知道了有13个国际姐妹校，包括美国哦，然后日本，然后有印尼、泰国，还有所谓的菲律宾、越南等国的一个大学校长跟副校长来，目前知道已经有6位的校长、7位的副校长会一起来帮我们一起庆祝这个百年的一个校庆活动。百年校庆花卉展在行政院农委会农粮署经费补助，由园艺学会与台湾区花卉发展协会共同办理。主要展区伫行政大楼、天津池和嘉禾馆前广场与草坪，将校园营造出百花齐放、花展锦簇之美。兰花展示区由台湾兰花产销发展协会、中华花艺协会及杰出校友一心生物科技公司与大拿文心兰产销班共同创作。10月26号至27号，嘉义市插花协会花艺老师将支援举办花卉利用组合 DIY 活动，让民众亲自体验花艺之美，达到花卉推广目的。园艺学会主任谢明修表示，百年花卉展除了展现花卉研发产能，并将花卉展和教学以及花卉产业界相连接，让学生在校期间学习兰花生物科技。花卉制作栽培利用园艺造景习俗等，串联三观学界专业专长，共同为百年校庆献上祝贺。新闻新闻张荣顺、王小璇，嘉义市采访报道。